我啊，哎呀，三百多买上，讲你，你的不用俺啃老板，你还要三百多块钱呢？你三十多块钱一斤，你跑把斤？你手少啊，不要跟俺讲价。讲不来呀，下次你买个，我给弄个了。好、啊。十三斤的大江鲢，先给它洗干净，来点猪油把它盖到。等那个猪油化了，它就格外香。一二三，走！把火烧起来。大蒜拌个佐料，辣椒油，麻辣鲜，盐，十三香，蒸一豉油，把它拌匀。欢迎欢迎高哥，把佐料淋上去。来点青菜在旁边，再煮十分钟就行了。来点葱，郭全，切，你说猪油烧的便宜，虽然说那个一贵还是贵的。亏是亏的，但是应该味道还可以的。那是重新的哈。嗯。这个是扒一层那个油啊。流油了。哎呀。那个油还好，就是没什么刺。尝。嗯。嗯。说那个猪油煮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。蛮香。嗯。而且嫩。嗯。里面香肠，嗯，有香肠。还有香肠啊。嗯，快剥着。香肠熟啊，二十，哎呀，我就煮两个，一个人就一根。嗯，小孩真是过完了，蛮香，有那个猪肉的香味。
下面那个煎香呢，你搅好香。但是那个鱼用水我们保鲜，它的鱼很嫩鲜。那鱼大就好就没吃了。他说是搞那个什么船在哪里捞的哇？不是怪这个的，味道还是蛮好啊。嗯。那你们这些比水煮的好吃。嗯。嗯，那现在放鱼都是更香啊，我感觉那个鱼都有一个那个香肠的味道。嗯，嗯，也好吃。嗯，多疼啊。嗯嗯，那鱼好嫩。嗯，那上面还有糊。那些东西我们两个还吃完了。那蛮好啊，试一下。试三斤。就算除了内脏，除了那个什么刺，十斤还有吧。哎，不是，是起码有十一斤，很贵。嗯。嗯，中午吃完，晚上继续下月。就是我。他把这层油烤化了，进入这个鱼的体内去了。嗯，这个鱼，你说如果把它来别这么搞，也不好搞，太大了，锅都装不下。我想的话，就搞个大盘子让它一煮算了。嗯，咱买点汤，把这猪肉烤硬了。嗯，它肉又软又嫩。